来到礁溪，一定要有永生难忘的 feel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来这边找一个张员外。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姐姐姐姐，张简哥是？哎，我是店小二啦。店小二，来来来来。天狼公拎到的酷酷的，对，用你的不可思议的力道，我这弯钢啦，十二块的弯钢，几啊万，蛮贵。弯钢，伊啊弯钢哦，专门咧讲去角质浆按摩，同时进行的。那也那输那靠那点。有哪几种鱼类？其实有十几种，我试了二十几种。那现在这一些哦，是我试完以后，哎，固定班底，精英部队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的脚皮是不是都很光滑？哎，差不多，当然你不好评啊，就一位啦。哎，一位咪咪哈。我们从哪边开始体验？我稍微解释一下哈，是因为鱼哈是闻味道在吃的，真的哦。哎，看多一个味愈重，查甫有男人味，啊，鱼也就愈多。OK， 好，啊你。你哦，我是惊你想要冻袂掉。你想去幼稚园呢？小淘气幼幼班，先给你设住一年得了。看起来很可怕哎，有的鱼带双标，很好玩啊。几乎超过五分钟，你叫双子了，我跟你讲。叫这个物件吼，哦，我特别设计诶，你看嘛，你上菜，你的咖啡上菜，你要解当砧板上菜。哦，哎，我们成为鱼的菜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我为鱼肉，他为刀子。对对对，煮这开戏哦。对对对对。但是今天不是只有来这样子慢慢的浸泡，不然还有什么？据说啊，恶心的制作单位有弄了几个那种游戏，要让我们两个又自相残杀。等等等，哎呦，哎，我才放干，等一下他就来了，哎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哎，味道很重，哎，连脚底他都处理啊，对，哎，对对对，骨也都处理。没有啦，放你屁股啦，是放我屁股，放你屁股啦，我也放你屁股，哎，好痒啊，你都没掉，哎，幼稚园的呢啊，幼幼班的呢，那我们来先感受一下幼幼班的威力，有一靠男人味啊，所以变鱼仔拢无个啦，哎，好痒哦，好痒，哎，蛮多的，哎，一直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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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标准哦，顺哥哦，足听无诶，诶，愈惊惊愈听无。他聚集的比较多。哎，怎么那么痒？看什么是你？所以你的脚比较臭。没有，我一脚没什么味道，还是我的那个。哦，你有问题哦。我有问题哦。哎，你看，你那边有十条，我这边上面只有两条而已。对啊。哎，很认真吃哎。哎，他我的脚缝。可我脚不太臭，哎，你比较好料哎，真的真的好料哎呀，还是我的脚比较好吃啊。鱼鸭脚一个外号叫做鱼医生，哦，他自己会去找位置啊，对，就是因为反映到你的体质的问题哦。哎，你看你的脚盘底下通通都是啊，对啊，我这边才几只而已，好像吸盘一样哎。他们是不是有练足癖呀？超级厉害，已经来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越来越多 ，Oh my God！而且我的左脚是比较有问题啊，平常你着力点出烂哦，自己左脚还是哦，那些哦，哎，那边比较有哎，对对，好像有电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他那个就是有点不是说电到那种，就是微微那种小麻，微微的，一哦，就是不能脚动，脚动它会惊吓往生呐。等一下哦，是我的那个顶级的很老族哦，资深员工。那我们先换那个，现在开始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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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七号，哎，超多的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结果看你今天在干呀？哎，也咬很大力耶！来了，不是，是有点怕怕的那种感觉。够厉害啊！就会有点怪的那种感觉，有那个吸盘的感觉啦。hold住，
哦，真的，他真的很用力啊。我们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，直接放下去。好好好，看你 hold 多久，看你 hold 多久。三，这样 hold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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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的鱼，经过长期的训练之后，对，其实是真的知道要吃哪里。真的哎，我以前也有去过那种夜市啊，或者是哪里，那个没什么。那个鱼哦，它变成它有一点好像职业倦怠啊。你也只有我的池底有在消毒。哦，你看这个水哦，是温泉加酸泉用的。哦，是温泉水加，加酸泉泡下来是温温的。哎，都没掉，我已经找不到形容词。你先拿着，因为刚刚那个大只，你看了你会觉得有恐惧感。对，但这个以为它是小只，它是它的系列，所以你看，对，速度要快。好，再来，我来，一二三。你，哎，我的 key 怎么给那么高啊？我是不好意思喊，爱传还没丢来凶啊。 哇塞！哎呦，哇塞！哇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就搞笑，就搞笑。外观看我眼睛膜，眼睛膜，好认真，他会钻，还会钻。是啊，他刚刚还有一只含到我的那个小拇指。什么叫做那个？那我们要玩什么游戏？三战两胜，输的就下去后面三号池的黑线，三号黑线喽。我们就是屁股坐到那个池底。你刚刚有贴那个老板说。 哇，抓紧了，小孙，有可能会被吃掉哦！哇，终于了，终于了，感觉的，哇，差不多三，最后三个五秒钟就好了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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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然后有一次我表哥他们把我就是抓起来，然后疯狂的烧我痒，然后我无法抵抗，是那种咪叫，好像又很舒服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奇妙，就无味的杂陈啊。宜兰礁溪福朋喜来登酒店，是，其实我们酒店呢、是礁溪地区第一家的连锁酒店。我有看了你们的资料，是很厉害哦，三餐必备嘛，下午还有下午茶，哇，还有宵夜，宵夜都有。我们宵夜是晚上的9点半到11点，嗯，去逛街回来刚好又可以去饱餐一顿。不过我们比较有名的是下午茶，我们下午茶有个手工做的盐卤豆花，吃过了都饿了。我们不但每个房间都有池，在九楼的休闲中心有户外270度的无边际泳池。我们的温泉其实有送到美国的实验室去做化验，特别送那么远，超过2万年，超过2万年值哦，对。一出电梯，对，各式各样各颜色，对呀的软糖，不是吧？巧克力，哎，这个是黑糖糕吗？所以各位，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礁溪福朋喜来登的主题楼层哦。那这个楼层里面，您一出电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装饰哦。除了这个装饰之外，我们待会进到房间里面去，也看到各式各样的积木。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我们尊贵的积木主题房，我们每个房间会放置亮亮积木，具有专利的，我们申请过专利。你看，连这个对设计就是这样，对对对，哇！这里休息愉快哦。好，谢谢丽子姐姐哦。哇，你看看，哇，它有这个发光积木啊！对啊，而且它好多动物哦。它其实是一个诺亚方舟的概念，所有的动物跟你一起在这地方创造一个未来世界。哇哇哇哇！这个房间来住的，是它都会送一盒这种发光积木，这好酷哦！这个可以玩那个五子棋，有没有？我们赢了啊啊！叫你赢啊，去啊啦！哎，我今天的胜利分只有20%呢，一来连五子棋也输了，输了。哇塞，我只怕明天早上太早开工，没有办法好好享受。明天有机会在这里玩水吗？对啊，我会明天去楼上泡那个无边际的泳池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好。
有小朋友来这边就对了。对，你看这边的球池溜滑梯，很像迷宫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边有动态的，也有静态的。刚刚我们就有积木，对不对？看后面，当然了，积木墙哎。我们现在呢要拼一点什么？那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嘛，我们留在这边。我拼笑，你拼脸。好好。顺哥、魏哥，你们觉得你们拼完笑脸要花多少时间？我觉得应该五分钟之内。五分钟。嘉晴计时，来。还真的在计时哎。为什么？这个会很难吗？对啊，拼积木比我写字还好看。写字要立竿见影的。哦，我就看左边。对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笑人呢？出发吧，笑人。哪里不对？那个字，那个脸好像不对。脸对啊，嗯，没有那个两个。脸是这样。不好，太完美了。艺术，你有时候那种书法家，你自己问他，书法家有时候他也不按笔画来的。今天的感觉在哪里？对，那个笔序就从那边走。龙飞凤舞啊，这我们的名字，他们管那么多。对啊，我怎么写连还要你要教我？哇，我们主厨大有来头。你好，曾经在我们台湾的这个三星的餐厅服务过。哦，三星就是宜兰的一个区嘛。是，不是那个三星啊？徐师傅你好。你好，顺哥。是，魏林哥你好。这个是几天的鸭子？这个是养大概75天到85天之间，因为饲养鸭子的时间跟季节还有温度会有关系，所以它有一个 range。你看他的胸肌，你看他的胸肌，碰归碰起来。好。哇，有，你听到那个炸那个感觉，他好像在切饼干哦。他们的高渣呀，怎么看起来像巧克力？臭豆腐啊，巧克力的。他们是说哦。他们这个是用竹炭的哦，难怪会这个颜色。普遍宜兰的高渣是不是用鸡汤去做？它是用蔬果的高汤。我刚刚以为咬出来里面会白的，就里面是纯黑的。哇哦，它外面吃下去的时候，比较朦胧酥一点点，但里面好嫩，好像嫩豆腐哦。真的，完全是。人家吃下去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非常够味的香气。我第一次就吃到这个高渣是，我觉得六星级的，超强。来了，哇塞！你看那个光是这个弯度有没有，就让我想到七夕了。哎，那个鹊桥。哎，对，君在长江头，妾在大床头。嗯，喂。嗯。哦。哦，是不是平常的那个美食家现在讲不出话来了？我刚刚是完全在享受它那个鸭气。但是没想到它的表皮，其实我感觉好像在做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。个人感觉一片好像吃不太出来那个感觉。对呀，我敬你。来来来来，好鸭好鸭。鸭的皮是不是有在做不一样的处理方式？烤鸭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它皮要脆嘛，皮要脆，一般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会搭配麦芽糖、白醋，它的比例有很多种，每一位师傅做法都不一样。嗯，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在它的前置作业、风干的过程，还有烤的温度、湿度，我觉得更重要。所以我们烤出来的鸭皮会跟一般外面的烤鸭皮是不太一样，对，就是那个紧致度跟那个酥脆度，我觉得人生的宽度跟高度也同时在增长。一般烤鸭来讲，如果你外带，大概半个小时内一定会软掉，我们的不会。哎呦，又来了，接二连三呐，真的超级好吃，这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。来来来，师傅请坐，师傅请坐。嗯，切的大小块差异性
那取决于你整个口感。你看看那个美女，那个葱段不要拿走好吗？我们的葱段还有黄瓜都每一根精挑细选过，而且我们的小黄瓜还是我们自己的农场种的。哇，像眼前这一道我们的奶油白菜也是点播率很高的，它是无毒无农药。这个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它越甜？哎，是。而且你是不是特别找这种有点比较小孩子的，它吃起来叶子更嫩啊？对，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算是亲子饭店，尽量在我们的餐点上能够符合到父母这边，也不用太担心在吃的部分。那个现在我一个人吃掉一盘也是轻而易举的，因为它很清脆，也很暖的。我们的早餐其实里面有很多食材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农场，完全一点农药都没有，这是我们老板最自豪的地方。它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它是蜜糖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它外面有一层薄薄的糖衣，好软哦。妈的，好吃了吧？被打败了，对不对？光是这个，我就要把全家人都带来了。真的，因为我们香港经常去嘛，对，他们的这个叉烧旁边有那种白糖粉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它确实呢，把上面整个做成糖衣，直接就这样咬了。我们今天要大摇一下，大摇一下，舒展了，舒展了。哦，好好吃哦！人生来到这边算是一个境界了哈，一个高点了。对，我们一般来讲要把这道菜呈现在客人面前之前，要经过六道工序。那进货之后，我们要先把它冷冻。冷冻之后，表面的油脂把它去到剩薄薄的一层，所以它先冰冻之后那一层比较好处理。真的，哦，一点贵点啊，牙冠。还是要跟您再特别介绍一下，就是您在享用这道餐点的时候，请别忘了旁边的柠檬片。哦，很厉害的。我们的脆皮叉烧搭配一起入口，您会有意想不到的口感。真的吗？是，就这样一起。哎，对，好，跟刚刚完全不一样。来，哇，在柠檬园里面奔跑啊啊！我仿佛哥回到刚被鱼咬脚的那种感觉，那种舒爽度，哇，真的是丝丝入扣，好强哦！那现在在宜兰这边呢，也只有我们这家饭店了。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工序啊，一定是用时间跟经验完全来打造的。那个景师傅，这是就是那个粥吗？对，鲜味鸭丝粥，这个是我们有用干贝丝还有玉米一起去熬煮，然后还也加上我们熬煮有大概5到6个小时的鸭骨汤，就叫糜了，能够讲糜了，糜的细细的。那种颗粒感都没有了，而且我们是从生米开始煮，生米煮成粥的时候，它的那个米汤是特别有美味哦。我们想吃口味重一点的话，我们另外还会再加椒盐，这我们师傅要自己炒的，那个味道又完全又不一样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就已经超级高级的，我这样形容。接下来这是金酱酱作鸭。哦，这是我们自己调制的一个酱汁，下去大火爆炒。它用的部位是味道最好的鸭腿，还有部分的鸭胸骨。因为一般外面的烤鸭哈，它在腌制的过程比较不会那么的重视。当这一道我觉得算完全是台湾系的料理，是因为九层塔、姜片，它甚至有一点点那种三杯的感觉。对，哇塞，还有那个是翅膀。请问那一杯是？这一杯是我们宜兰的现酒红露酒。要把汤舀到碗里面之前，是先滴一个几滴在碗里面，然后用这个热汤去冲那个酒味，它的香气就会上来。可以给我再杯茶，我漱一下口。专家才会漱口，品尝呢。对，而且它在熬煮的过程当中，火候是要非常注意，不然你过头的话，它汤味很浊。哦，我们算是慢火细炖，对，所以我们的汤您这样喝起来会觉得它很清澈。很好喝哎，超级好喝！一开始喝的时候，你是有那个鸭有没有？它刚刚那个皮的那个烧的那个味道，那你喝下去，它那个甜是蔬菜跟刚刚那个酒的，是它冲下去那个甜进来嘴巴，对不对？它是甘甜的，对对，而且是清汤。而且我们说的物超所值，就是要让客人在享用的时候知道说，哎，我们整只鸭其实都有帮客人利用到来做料理。
太好吃了！我这个脑内的多巴胺怎么喷射到不行？精神怎么会有这种命格可以坐在这里？好幸福，真的啊！你不要随便离开这个饭店哦。对啊，那问我要去哪里找？对呀，我要去哪里找你？对呀，我待会加个 line 去哪里？看出来我的发型就是一早起床的感觉。是。我要来泡泡汤，然后呢，因为它的温度呢是常年都在37度左右，所以四季都可以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早上这样子泡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也太爽了哦，醍醐灌顶。那如果有人抽筋的话，你会救他吗？哎呀！啊！真的吗？啊！哦，救生圈啊！哦，OK。哇，好美哦！因为这边可以看山，对，然后呢？看着整个礁溪，绝对舒服，好舒服。那我们就在这一集跟大家说再见啦，拜拜。哟，见见老朋友哦！真的，你看到哇，它是1940年的，这种都是大老店。哇塞，那你就是1940年来的时候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我1962年，不，我16岁，那时候就是这一位老板了嘛。对，20几年前，差10年没有看到他了。哎，翔哥，你好，翔哥你好，太酷不快，太酷不快，你好，1666，这威哥的威哥，好，是小顺，翔哥他来看他的相片，好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张2000年的？你一个人就占据好多版面哦，在礁溪的故事，是，然后这一张是10年前，我他跟碰狗那时候来这边演那个礁溪玉玲珑，我们同一个位置再拍一张，对，来，真的这个历史的镜头。谢谢。那这样老板，因为我知道就是说鲨鱼的肉其实不好处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把它打成浆之后，它的味道就比较没有那么的。这么久的时间，从40年到现在，你的鱼羹是都一直都哇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变，就是遵循阿公的方式。对，你在其他的城市看到的鲨鱼羹都鲨鱼肉块的，但他们家是鱼浆呢，制造了一个不一样的画面。这个等于是鲨鱼羹的独家秘方大公开啊！示范一下，哇哦，好像面条哦。成型之后还有第二个步骤是沥水，你当初说煮，哎，煮瓦固，再加上它让它滚的时候才可以再捞起来。这个是类似像人家那种制面机吗？不是，制面机又不一样。你自己发明的？对。所以全台湾只有这个，那个鲨鱼浆你那边打好，再把鲨鱼浆捞进去，抓进去，再把它推回去，再直接挤压下去。这个鲨鱼哦，其实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哦，这里面呢，它没有告诉你，应该是有秘料的。因阿公以前有在家，没有，是這阿公最早期的时候要用挑扁担的，哦，挑扁担。阿公爸爸的时阵，才去招厨，沿街叫卖，对，到现在。阿公的时候是沿街叫，那时候一碗才三角而已。�嗯，现在一碗多少钱？现在一碗50块，几十年有涨幅了。当然了，80年了。这样的一间店，如果换位置，味道感觉就有点变了。很多人呢，他就回到故乡，就要找到那个故乡那个原味。说到这个东西，有很多客人就是这样子，他外地工作回来之后，第一站一定到我们家。嗯，真的。吃完饭之后再回家，然后就被妈妈骂。家里面饭那么多，为什么吃？没问题，来这边吃，吃完再回去。家的味道。家的味道。对。出国去拍摄工作啊，超过一个礼拜，下飞机第一个就找卤肉饭吃了。是。真的，有一次呢，我在国外，我刚才已经拍了一个多月了，我只是过境台湾，我就跑到桃园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回台北，随便找个麻辣锅，赶快我吃一吃，我一个多小时后我就要再上飞机。上飞机，那时候那么红哦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对啊，而且不同的群众，好香哦。对啊，哎，看起来是不是像面条？然后叫鲨鱼面，对啊，也可以啊，可以。哎，老板，这一锅汤会不会很鲜甜？不
完之后，有人说我要这个汤，嗯，感觉是很好的高汤啊。要过，站在这里就觉得海味很重，对，海味很重。哦，这个是哦，这哦就这样哦，再切小一块一点点，对，切小点。啊，你说这个你跟了你多久？这个勺子跟我三十几年了，啊，这是你自己喜欢用。还是你爸爸就开始用它？是我爸爸的时候还是好的，我跟我爸爸，他跟我之后交接的时候就断掉了，然后一直用到现在。有一次我去印尼的一个小岛拍摄，然后呢有一个偶像，他有一只船桨，然后上面都是包浆的，然后那一天是他的孙子带我们划出去，那我就跟那个孙子讲说，这一只能不能卖给我？可以啊，卖给你了，我叫我阿公再做一只新的，我给了他$10，我就拿了那只桨，我说哇，这个包浆真漂亮。但是后来我们要离开要上船了，阿公从后面跑过来，小蛋鸡嘞。然后讲那个土话，我完全听不懂。这个就是感情了啦。对，新的一摸味道完全不对。对，好，那这个还要去晾干的，吹风。好，那现在轮到我们喽。好，来，差不多一尺左右，还是10公分。靠感觉。对，你自己按一下，停一下，按一下，停一下。没有捞到。多一点啦。对了，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再来了，再来了，再来。再来了，换你，换你，换我，我每次都很怕把人家东西弄坏。好好，金瓜太凶嘞，哎，不凶，不加皮肤凶。哎，切太大力，切太大力，你整个都已经压完了，切太大力，轻轻的，轻的，压了就马上放，压了马上放，压放。哦，哦，哈哈哈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拉开一点，不然还要粘在一起。对对，你看下面给它拉拉，对对，先拉开，那边粘在一起，拉拉拉，就化不开了。我这个是要拉，要拉，要拉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要浪费，每一个角度都是需要。哎，我知道在哪里。你从那个旁边那边。刚刚我有看到老板在弄。想说，因为我这个人是看细节的，哇。嗯。握着蛮重的哦。重。给你，给你。对对，厉害啦。在一起。哎，你地图。这是你的吧？这谁的？来来，带你赶车车车哦，车车车车车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来旁边再切。啊，对。让它滚，让它滚。有一些人喜欢那个啦，包浆包比较多的。而且你包括连这个厨子，都已经这个就是包浆了。30年了，从以前蛮厚的。嗯。他每次用完都要洗，用刷的，用擦铁刷刷。越薄。这个差不多要把它供起来了，开始要换新的。上面写着家训，然后就是变成家法。所以他讲说呢，有一把武器就会有一把防守。对，而且盾牌的。真的真的。我以前参加过那个圣保罗的。对。嘿。嘿，嘿，嘿，那个节奏还在耶，还在还在啊！不要吵，不要闹，派代表来商量，炸炸炸炸炸！哎，你也宪兵吗？对，你也自爆部队，四八两，这个差一梯要站很远哦。对，一梯一步的话，你看大概要到三步，庙房一梯要三步。296，真君吃鸡，宪兵说是民众自保军务知识，一狂一的。因为你的节奏错了，他是噔噔噔，有力啊！你这么快，我怎么唱？哦，差不多要了，来来来来，给你捞一下，给你捞一下，就是让你这是控制一下，控制数量，哎量。不要太多，这样你比较好起来，因为有的它刚你们用太长了，哦，太长了，太长了，对，鱼丸汤的那种感觉，你们香味很重哈，你们觉得在那个地方，整个脸都在十八，对，这个这么长是谁用的？你刚刚都哒，今天还特别标记哈，嗯，好，但是外行来弄的，制作好之后再寄回去你家给你朋友，我在做宅配冷冻，可以叫你下去，赶快把刚刚那个大坨的赶快弄掉。要不然没看，我们家以前有个看壁的，你这样一讲，我们家那只黑的过去哪里？这是这种对，然后他们有一个勺柄，对，一个勺，对，就是那一种的，这个就是那个。哎呀，当初没有留下，但是呢还好，我有留下我阿寿的名字，因为我阿妈姓江，那个江家那时候已经变成老房子了，没有人去收那一块牌子，你不会期待我会火丢白哦？有，对，很老气的，知道不？哦，写着阿公阿寿的名字。其实这个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上来做，都是我儿子在做，他们都已经我传承到了。他儿子呢？儿子现在还在读书，还在读书，在大四了。他每放假回来都会帮我做。是，他念什么科的？
念餐饮。真的就是有这个心要接爸爸工作的。以前阿公的时代没有机器的时代，只有牛奶罐，底部把它打洞，打洞之后把它压进去，对，再挤压，然后一条一条，把它下热水之后就变成这个条状。哇，谢谢翔哥哦，帮我们准备这么丰盛的，好棒啊！看油葱面，你要来一下，而且那个酱料感觉不太一样，米酱。对，这是甜辣酱。哇，力拔山河气盖世。而且他们那种古早味的羹，它柴鱼香味更比较更明显，真的，因为它的用料啊，加一下，记得那个肉也有那个鲜甜味跑出来。整个郊区的没有人卖这个，只有他们家。对，哦，再加这个全省好像就没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就我们有而已。全台湾就这个米蛋，然后温泉蛋听说是他们家发明的，用温泉煮的吗？温泉水下去煮的。但是怎么发现的？二十几年前的一次晚上在煮蛋的时候啊，快熟了之后发现哇瓦斯没了，糟糕怎么办？啊，就蛋剥一剥，在剥的过程就剥了，觉得说好软哦，剥起来好像不好弄，好像没有熟透。对。隔天就一样照这样子加卤汁，嗯，其他客人的反应就不一样，有些客人就说哇这个蛋好漂亮哦，啊有些人说哎这个蛋不熟我们不敢吃，所以我慢慢再把它改进，看起来就是这样两种颜色很漂亮。假设这个温泉蛋哦，不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切它，哎不是用刀子切吗？不是，你先拿刀来切切看，切这一颗是不是？丢丢丢，来来来，它。刚是呢，只是示范，我还没使用真功夫。准备好了，温泉蛋那个陈磊啊，第一波就打枪了。哎呦，但是呢，我看你，它中间的黄，我看你怎么处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，我们都用钓鱼线的关系。我们暖暖有一个说法，用笔微啊，你看一下。而且你要看它那个蛋清在哪一边，蛋黄在哪里。对。而且要从那个蛋白那边慢慢流过来。你一只手拿着这个，从下面线把它放在下面，一二三，哎，玩捏太大力了，哦，打，哦，所以它的黄就不会跑掉，那我刚歪一边了，这种东西绝对就是要快很准，越快的话蛋黄越漂亮，一二三，好，哎呦，一二三，哎，可以，很平整，对。好嫩哦！每次来这里都觉得不想回家，光是这个，这个嘴边肉真的是，那个天梯的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天梯它很，对，这个天梯很好吃，很少有店家可以吃到天梯，哎，它很像是鱼皮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有一种冻，还有胶质啊，对，胶质很多。那怎么还有这种香菜卷？对，里面是包榨菜跟香菜，然后豆皮的话就是有烟熏过，哎，味道十足哎，它有那个小酸菜的香气。对。啊，那右边那是？这个是粉肠，宜兰在地的小吃，它里面的主要原料是地瓜粉、三星葱跟猪肉，果冻的那种，对，有果冻感，然后再加上三星葱的对威力哈，更好吃了。味道更香气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！